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樱桃少女303郑乃馨。今天呢，就有空的时候就画画给西林。因为我平常去他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就觉得他家呢少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少了我的画画，所以就想送给他。然后我就问，除了蓝色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他说他喜欢，咖啡色。那就这样吧。然后觉得不想画太完美，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酷的人嘛，所以觉得他应该适合那种 abstract street art 一点，所以就想尝试一下 abstract。对，所以看起来很乱，但是其实是我故意的啊。然后加了个黑色，因为觉得很适合他，黑色这个好酷。其实我很喜欢黑色，但是我这个脸型可能跟黑色不太搭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黑色 OK。然后呢，sorry， 就这么画，我就把它打个底了，下面就是有一点旧的感觉，旧画画的感觉，我觉得挺有，看起来挺有故事，对我来说，然后后面呢会加了一个冠，因为觉得他是 queen 嘛，对，很完美的 queen， 然后又酷又完美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。就这样，我觉得挺好吧。然后上面还加了他的歌阿莫西林，一对，挺好吧，他应该喜欢吧。他说他喜欢，我问了。就这样完成啦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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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莫西林送给西林那一高，名字有点长哈，就希望他会喜欢，然后下一个应该是王一瑾，因为王一瑾也在排队，好吧，耶，拜拜。